江西15岁高中生离奇失踪一个月，最后通话记录曝光，两大谜团有待揭开。在胡心宇失踪后，学校警方救援队积极配合，甚至连警犬也跟着出动。学校副校长说，10月15日，学校组织了全校教师对学校内所有的地方进行查找，包括所有的房间、水池、楼顶、阁楼，甚至还将学校内的人工湖和化粪池都抽干。胡心宇的父亲更是仔细检查了从化粪池里抽出来的东西，但是都没有结果。参与搜救的救援队共出动了30多名队员，他们做了很多的假设，但始终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。要知道学校是封闭式的，学生不能随意进出，孩子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胡心宇的母亲李敏是十分崩溃，但为了找到儿子，她强忍泪水，四处张贴寻人启事，发朋友圈，发视频找人，甚至答谢金从最初的2万涨到5万元，但仍旧没有任何进展。无奈之下，李女士联系报社向社会发出求救。面对记者的采访询问，李女士含泪向记者哭诉，胡心宇曾找到哥哥，称想要一个录音笔，上课有听不懂的地方可以录下来。收到录音笔后，他在10月9日联系李女士，称自己收到录音笔了，并且跟他妈妈说，这个是要关掉。电没有用，基本上就是没有带走什么东西，除了一个录音笔不见了，还有一个饭卡。录音笔的消失不禁让人怀疑这与孩子失踪有没有关联。与此同时，胡心宇舅舅一段话引起了热议。10月14号那天，最后一次出现在宿舍门口，然后后面就是进入到一段盲区，大概只有10来米吧，然后就会到他们的教学楼的这一段路，它有连着一座小山，这小山周围全部都是围墙，人就消失在这一段。从宿舍到教学楼有一段小山，孩子就是在这里失踪的。要知道，对学校仅有10米的监控盲区，和地形十分熟悉，能做到万无一失的，肯定是十分熟悉学校的，不然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悄无声息的